主料七彩橘子到六朵，甜橘叶十克，辅料水、迷迭香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到二十分钟。准备好七彩橘、甜橘叶和迷迭香，用温水泡下，倒掉水，放入装好水的养生壶中，启动花茶程序，水的颜色慢慢变深。花茶程序完成后可以饮用了。烹饪技巧一，因为甜橘叶非常甘甜，请由小量开始使用，之后慢慢增加至您想要的甜度。二，甜橘叶适合和任意花茶搭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